一直在听，结果我才听到，其实母娘在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今天有福了，你们今天在听看。你们都在外面玩的，忘了啊，回家了。你们是栽了，对不对？沾了满身都很脏的。沾了一身刺，对。然后我开讲了。记得我的情，记得我的爱，记得我的不要等待，我在等着你回来，千万不要老母忘了老母的爱。为什么我要放这首歌？因为啊，上次我们去那个访寮啊，我们邓菩萨啊，在我们车上，我们跟邓菩萨结缘啊，是去年我们去那春假啊，去台北邓丽君墓，哎，去他墓地的时候，他跟着又活佛去的时候，发很多光，就帮他啊，帮了他很大的忙，所以他一直跟着活佛。现在去大陆也是一直跟着。后来上次我们去上个礼拜啊，我们去那个访寮的时候，他就在车上跟我们在讲。原来我们邓菩萨啊，你不知道，他现在是修到三品。为什么？他原来他过世以后啊，他说他爸爸妈妈的债啊，他来扛。结果他这个一心念之后啊，竟然一下巴就超拔了，是吧？就马上升到三品。所以说今天啊，像蚯蚓人呢？在那边。蚯蚓啊，他帮他那个奶奶啊，奶奶做法会。其实你看办了法会才知道，都是共业嘛。帮奶奶也是帮自己啊。其实刚刚我放那个歌啊，说实在，我们老母就说叫你们不要忘了要回家，结果你们摘了野花，摘了满身脏兮都不敢回家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啊来这边的话，跟着我们的这老母啊修啊，就会是大家的那个。这个因缘际会，不要放弃了。刚刚啊，这下了普降甘霖啊，所以说我们那个邓菩萨啊，真的是我们要跟他学他那种大孝，还有说对国家的忠啊。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一直在这边啊，在用那个音乐啊来感召我们。但是我们人啊，就是这心有时候太硬了，就是说不信。如果我们点点滴滴，说实在的，都是我们因为人太执着了，也就是我们在外面忘了回家了。就刚刚邓丽君嘛，为什么一直在唱这首歌？我说我这个礼拜一直在听，就才悟到是老母在告诉我们，就说这首歌啊，早都在那个作曲家里面啊，都已经灌进他耳朵，然后做了这种歌。但是我们啊，我以前我也没有听出什么含义来。这礼拜一直在听哦，原来叫我们感恩，不要忘了回家了。老母在等着我们回家。那我们希望啊，在座的真的大家今天，既然是关圣帝君主持，既然你们还能来啊，所以都是你们福气，你们不要忘记了，不要回家了。我们是不是请我们邓菩萨给我们开始？不敢啊，我的功力还比活佛小，我要再跟活佛学习。客气。我们那个邓菩萨是说他回去啊，要给他妈妈托梦，让他妈妈来找活佛，是这样子的。菩萨呀，我很感谢你。我那次在大陆的时候啊，我离开大陆，就是我这次啊离开济南的时候，人家一个厂长开的轿车送我到飞机场，结果在飞机场，他们在大陆的这个歌，在大陆就放，正好就放这首歌。我就一面拍着手掌的那个拍子啊，一面就给我的亲人说，不要忘了我啊，路边的小花莫要采啊，就一直唱的。那个时候唱的时候，我的神态以及那个动作节拍，那都是一种大佛的一种仪范了啊。后来我回来以后，我就觉得这个歌好像另外有一种意义在，我就请雷教官帮我录音以后呢，那艾瑞正好要去美国，结果就把那一卷呢、就给了艾瑞，让艾瑞注意啊，不要忘了回来呀、孩子啊啊啊！这个过第二个礼拜，雷教官又再给我重录一遍，这个他又给我了一卷，所以我对这一卷非常的重视。艾瑞大概十来天他就要回来了。
要回来。哎呀，他是他要是为工作上协商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用这个歌很好。还有呢，那天邓丽君菩萨在车上跟我讲，他说他有一件事情很遗憾，就是当年不是老邓不如小邓吗？啊，那个时候两岸没有谈，但是他就是为了这个那边没有承认我们，所以他就没有回去。他说他现在看到我来不承认我也跑进去了，他说这一点他不如我，他应该当年不承认他也跑进去，啊，也用各种管道进去，那就掀起了一些啊这个力量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不管承不承认你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用很多管道。所以像现在这个吕秀莲，人家不承认他，不让他回去，你宗教进去嘛，你跟着宗教信徒你也可以进去嘛，是不是？他探亲上次不成功嘛，这是宗教。所以一个人要变。要变，你不让我回进去，我也反而进去。所以邓丽君现在已经去世了，她的灵魂来说，她这一点她也很遗憾。假如当年回去了，那可能又会掀起一阵邓的热，小邓的热。你现在问她，不过这一次很感谢啊，你啊，你这次跟着我回大陆去了。对呀。啊，临走的时候还唱那个歌给我听，正好录音在放这首歌给我听。是啊。也让我的亲人。回头啊，就是应该的。哎呦，这一次你进行的怎么样了？跟你家人沟通的如何了？快要好了。哦，好，恭喜恭喜。那还有另外一个那个你附身的那个人呢？那个小邓丽君嘛啊。尽量哈，好吧，好，那我们就准备。我今天还在这里做的时候，我在计划。该怎么把这个事情运用起来？好，那就一切听候你的佳音了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听到他的声音唱歌就好舒服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对了，对呀、啊，邓菩萨，你是不是在跟那个恩公们开演唱会呀、啊？我发觉啊，我在上一放哦、啊，哇，心情都很愉快。对啊，因为哎，恩公一愉快，我们就愉快，奇怪，真的。对，是不是他有时会在你耳边唱。对，会。他有的时候邓丽君来，他在你耳边一直唱。一直在唱。然后他要是他不来的时候，你说哎唱啊唱啊，他反而没那个声音。对呀、啊。唱不起来。啊。就这样，很奇怪。他说他只唱给你。对啊。真的。哎，真的有。圆通故事多。对。充满喜和乐。宝堂真不错，请你们大家一起来圆通宝堂。大概都被我改完了。好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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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我们都把它抄下来了，都抄下来唱的呀。我们录起来，录起来。当我们的堂哥，当我们的堂哥，对，当我们的堂哥。以后我们就这样唱哈，就录起来了。是。雷教官再把这一卷也给他录成歌啊。那新朋友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开场，就要唱这首歌。这一首歌就当作我送给圆通宝堂的一首专属的歌。谢谢我们邓菩萨。承受不起呀、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老母的歌、圆通宝堂歌都有了啊！你留下来跟我们再乐也可以。好、啊，你单独留下来放信娟回家。对。啊，他妈妈还在等，爸爸还在等。爸爸在车上。没有关系。没关系。多谢菩萨。多谢。谢谢圣菩萨。谢谢我们这一尊大佛吧。谢谢圣菩萨。谢谢佛陀。高雄的时候是中央日报的记者，在那高雄的时候